市社旗县城东南方丁庄乡，有一座古老的小寺院。这座寺院地处偏僻，没有富丽堂皇的高大建筑。八字解读人生，风水改变命运。大家好，居士从业风水26年，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针对八字测算、风水布局、命理分析、事业财运、手相面相、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如果你的财运不佳、情感不顺、诸事烦心，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一一帮你调节化解。记住微信266-82135。听从释迦牟尼佛的教导，一戒为师，以苦为师，一生倡导净土法门，从不夹杂懈怠，坚持一句佛号念到底，真修清净慈悲，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海贤老和尚现任社旗县佛教协会会长，并担任四所寺院的主持，多年精进修学，他的弟子遍及全国，诚可谓桃李满天下。老和尚教导弟子们遵守世间法，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佛法修学，他教导众弟子弘扬净土法门，应依五大纲领为要，四依法为敬。老和尚常说，一切众生要遵从净空法师的教导，修学净空法师讲经说法的书籍、光碟，并倡导四众翻录印刷，大量流通，以利众生。老和尚不计苦乐，慈悲为怀，常常参与并主持放生活动，使更多的有情众生回归大自然。奇观二，此寺院20世纪80年代已往生一位持名念佛的大德僧人，老和尚的师弟上海夏庆法师。海庆法师终生持名念佛，修清净心，阿弥陀佛圣号一天到晚从不间断，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一戒为师，以苦为师，修持六波罗蜜，往生后肉身不腐，成为金刚不坏的肉身菩萨。现海庆法师金箔国体供奉在该寺金刚馆内表法弘法，众人观后无不赞叹称奇。长期以来，海贤老和尚用佛法教化了一方众生，他的德行深受四众弟子及各级政府的尊敬支持，人们对他无不称颂，无不敬仰。2006年9月是上海夏县老和尚的105岁诞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四众弟子、人民群众前来祝贺，四众弟子发心即时录像于后。
流涕，两只流涕。Thank you.
今生今世，把
华苑院墅华行第一府门时间点后检查生与出身老换人的出气其实然后结束之后总制时三百一十九人全资4390德龙我省徐州警督学院优援导员在原家一节不一节人人想保何时休优待不到无德无量原领导主持思维狂热然后呢鼓动保护是答案我喜说法杜子爷韩品师有神玉语之所生您在福建出场位一省不所出生关注所忧一成不到请以此古德会想何时中只是平卧礼金不远不正天家平安吉祥如意阿弥陀佛自己的命党国不与否一侠名德不入无怨不见离无怨朱文杰无怨任署名无怨离界无事怨此楚客是怨既为令使怨既平民使怨台湾省使怨台前入使怨家庭庆使怨怨光庆的是六军舰都存立六处学承认啊这是三个日时院承认臣在时院汪国荣时院汪威时院徐行总时院汪徐烂时院大河谷严不烂无怨李威时院十一月咱们不访省十一月农历十一月十六还在这儿访省十七日是阿弥陀佛圣诞日咱们提前一天访省啊欢迎大家参加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太小了，不好。你那不能，不能，那么开，那么开。再往出来，一百个。你怎么再一个往出了？一百个逃出来。你别了，别了，别了，赶紧给。好。哎呦，给我，我托吧，你咋不用找了？不找你，找俺没房子。他们去哪干去了？年少几个，你俩人放着二十个孩子，给他孙子。前面还有板子啊！哎，我来一个了。要不那个上面。你真会管呀！老师傅了。那不是两个呀？哎，今天干了，不给他要。不是呢。你怎么师傅这个？哟，这师傅操心活的，师傅节奏了。哦。不是，这玩意儿。
神佛度众生，念念念弥陀，念念求往生，Ah!